不了。各位大家好啊！好了，圣诞节又快到了，对不对？小头大头，小头大头。每次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班都会举办圣诞节交换礼物的活动。好，那去年我们准备了一个 MB3 的小喇叭，同学很喜欢。今年比较特别，我们今年送的是这个，看得出来吧？邮局的箱子一个，好不好？空空的，里面有东西啊！问一下小宝，小朋友都很喜欢这种 MP3 的音响。我们家里之前有买一支啊，来，这次还买那个什么麦克风的，有没有？啊，哎，这个怎么用啊？这个声音也我觉得还不错啊。来，你试播一下看看，这种东西怎么播？怎么播？嗯，哎呦，哦，马上有声音了哈！这谁的歌？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那周杰伦啊，好，还可以播很大声，对不对？这大声我看一下，这个很大声。哦，小朋友既然很喜欢这个哈，那刚好叶小宝最近生日快到了嘛，对不对？想说要买给同学做交换礼物哈，那我也多买一份给你，好吧？好啊，好吧？有吗？有啊，好，来，我拿给你看。顺便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好不好，因为我也没用过。你又不好啦！啊，不好，还是不要啦。我想找一个。来，这次我一样也准备了 MP3 的音响。我要先说明一下，这个叫做高级 MP3 喇叭。礼物都要加高级才会比较高级。那个一个200块钱左右，跟去年差不多了哈。听说这个还可以连线手机呢。好，连线手机可以播呢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不要。我们把它拿出来看看了，拿出来看看。哦，这是圆罐啊。哎，圆罐子啊，看起来，质感不错呢。啊，你不要呀？你说这，他说这个是一个圆罐子而已啊，搞不好这是罐头而已，你要不要打开来吃啊？哎，刚那个是水壶，水壶盖子那个，水壶的盖子，哎。有像哦，那个保温瓶那个盖子啊，锁起来。听说这个还可以连接手机啊，叫做蓝牙，是吧？蓝牙。好，来播播看啊，播播看。这有打开，开关了，切。哎呦。Bluetooth mode。哎呦，讲英文的呢，听得懂吗？Bluetooth mode。蓝牙，手机蓝牙，哎，看有没有出现蓝牙？有配对啊，有吗？哎，叮咚了呢，啊，来，我来播个音乐好了，哎呦，你可以这样控制音乐，哎呦，这是这个声音哦，哎呦。哎，还会闪烁呢。哎呦，声音还蛮震撼的呢。没有了联络。这么大声呢。很大声哦。说你怎么了，说你怎么过。不要唱太大声。哎呀，可以调大小声。哎呦，不错呢。哎呦，这么好呢。看。Play by USB drive。哎呦 ，USB 呢？哎，这个挺火药。有呢哦。箱子里我做了一件高领。哦，大声呢，看样子还蛮不错的呢啊，小宝喜不喜欢？喜欢。还是不喜欢？我们把它拿出来给同学抽一抽，好不好？不要啦，是。看样子小朋友还真的蛮喜欢这种小型的喇叭啦、音响之类，对不对？或是录音器啊，录音器啊，啊，还有另外几个，我总共买了要5个给同学抽了，就跟去年一样哈。来，我把它拿出来看看，3个金色的，然后2个黑色给同学抽哈。那希望各位今年参加圣诞节交换礼物活动，同学能够抽到啦哈。啊，那也预祝大家圣诞节。祝大家圣诞节，圣诞节，拜拜。